太极者，生万物之下，结宇宙之理，存天地之气。根植于中华文明5000年厚重底蕴，依托中医药文化积淀而创立的太极集团，世界医药研发、工业生产、医药商业、大健康产业于一体的中国医药产业链，最为完整的大型企业集团。科研为先，创新驱动，太极集团坚持以产学研合作推动集团科研创新。1998年，与国内外15所院校合作，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。1999年，太极集团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。集团现有中西药品规1500多个，全国独家生产品种55个，国家中药保护品种40个，获国家专利137项，420个品种入选国家医保目录。超强的医药工业生产实力是太极集团的核心竞争力，旗下13家现代化制药厂分布全国，生产高品质太极系产品。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，亚洲最大的口服液及糖浆剂生产基地，也是国内产量最大的植物药提取基地，集团智能化工厂典范。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前身为抗战时期中央制药厂，是中国第一个口服缓释制剂诞生地，西南地区唯一的麻醉药及精神类药品定点生产企业。重庆同君阁药厂有限公司创建于1908年，百年精耕细作。同君阁被誉为中华老字号，其丸剂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集团旗下重庆中药二厂有限公司、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、四川绵阳制药厂有限公司、四川天成制药有限公司、四川南充制药有限公司、浙江东方制药有限公司、甘肃天水西黄阿胶有限公司、西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，以科技为企业赋能，打造现代医药智慧工厂，生产中成药、化学药、民族药。集团2家中药饮片厂采用道地药材，生产精致太极中药饮片。医药工业蓬勃发展，医药商业齐头并进，三大物流体系，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、重庆同君阁医药批发有限公司、绵阳药业集团公司及20多家医药商业公司完成集团医药商业整体布局，形成川渝全方位整体覆盖，雄踞西南。2大医药零售品牌同君阁大药房、太极大药房，医药零售综合竞争力川渝地区稳居第一。上医治胃病，太极集团正积极加快大健康产业步伐，将中医药文化与生态养生相结合，打造全新生态康养项目及产品，弘扬中华医药，加强国际医药合作交流。旗下重庆市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引进国外优质医药资源，推进集团产品走出国门。集团重点产品太极藿香正气液已实现海外10多个国家地区的注册及销售。太极者，中华文化之大成。太极集团将以海纳百川、万物和谐的太极精神，传承中医药文化，弘扬中华民族医药，精耕细作，良心制药，助力健康中国，为苍生谋福。